有人问我他是什么人，我只回答一句，让我最尊敬的人。若有人问我那他现在在哪里，我说葬在天堂，触动每个人的心哦。有人问我那你欣赏他什么，是因为他对我们无私的爱，豁达和快乐。有人问我我最难忘他什么，最难忘他的亲切，他的笑容和宽容。我们会有相见，我们会有相见，不管要等待多少年，不管要跨过多少时间线。我们会有相见，我们会有相见，不管有多大的风，多少眼泪，我会确保我们见面。我们会有相见，我们会有相见，你一直在我心中，永远不会走远。有人问我我最想成为怎样的人，我说你觉得呢？告诉你我后悔没有和你相处更多。如有人问我怎不用低调点的旋律，问你一句你到底认不认识他。如有人问我失去他是什么感觉，他只失去了天堂，人在哪儿看住门。天天的梦中云。